OK 啦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其实我也会去。好了，差不多就这样子。反正我自己买鞋都会跟着爸妈，然后去 outlet，就是那种便宜的。我也不管它到底是什么当季呀、啊、不当季，我管它的。我只要可以穿舒服，好就买了，我管它的。就 outlet 有时候会有什么特卖会，三折之类的，一双鞋变成可能1000块左右就买得到，然后就变得超便宜啦。不用花个2、3千块那种原价去购买，1000块左右就可以买到一双超级棒的鞋子，而且你不会踩雷，我觉得真的是颇棒的。刚 刚跑一跑有点喘。好啦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新鞋鞋的分享影片。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，按个赞，订阅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 playlist，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。My name is Kaiwan,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